这个样子了，报告支队长，政委，我申请调离蓝电，返回原部队。你干什么？回去。作为一名战士，我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作战能力，现在就是个拖累，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蓝电，所以，我申请离开。这里是部队，你说离开就离开啊？组织上批准了吗？ 你这就是逃避行为，我不是逃避，只要是对蓝电好的，做什么都行。好，既然你主动提出来，我就批准你的请求。是。 是民主生活会，更不是茶话会，不组织无纪。政委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让柠檬留下来，我陪他几天，我帮他疏导疏导。等他好一些了，咱们再把他送回原部队，这样也来得及。 好吧。